哦，这个月推出刚刚好。对对啊，就是鬼的戏就是这个月推出啊。啊，因为李国煌是本土的笑将嘛。哎，朱咪咪你才跟我们打个豆浆，跟、哦、他最印象最深刻就是跟周星驰拍几部电影，对对对，他也拍了很多电视剧啊。对啊，很棒哦。对，来，马上我们的节目回到我们的歌台。对，我们的歌台哦，很多不同派系的歌手。你看，我们有这个斯文派的，斯文的，就像刚才那个小飞鱼青这样子，哦、一唱歌就扛上无叮当的。你讲是你讲的斯文的。啊，伊斯文啊，你看。唱歌，伊个人就像你讲，徛在那树丛，倒在那死人还是？跟夹包在唱歌，你讲嘛？徛在讲什么呀？徛在跟那树丛啊！哦，徛在跟那树丛。无叮当，啊，倒在跟那死人。哦，倒在跟那死人。就是无叮当嘛，哈。反正就是这个叫斯文派的。对哦。还有那种动感派的。动感派。就是唱这歌，哇，无时间，就是有天有次到跳街道，到跳街道那个。跟那超美的对。对对对，那个无时间的啦哈。好穿呢。哎，还有啊，一种这个头壳派，你那边看。你讲这个头壳派，我来头壳派。我他妈出来乱讲。马上安排这位实力派，唱歌真正好，对，人也是斯文，歌唱的非常棒的。哦，今天的服装，比较沙酷，我听讲今天把你遮穿了。啊，今日穿衣吗？哦，无变啊，马上大人拢看过，穿沙酷。哇，安那？光明山人个出山是阿摩罗凤。阿摩罗凤遐水咩？来，给邀请出来，好不好？掌声鼓励鼓励我们的董事长。董事长，我们歌唱上的实力派歌手。哎，小飞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从公屏收成的，公屏收成。会啦。会像吗？不会啦。会吧？哦，哇，现在卡卡的夫啦。哇，卡卡的夫了。你爱来，我这秋裤带头毛落个蓬蓬啊！我打理不像。Chrome 吗？你看。哇，我们今天也是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到我们的 Orchard 啊，跟大家献唱了，所以一定要专心的打扮。卖干姜，卖干姜，转世界来看。对，转世界啦。啊！诶，全世界看到讲你来家，咱会大家是卖啊！即个讲话是讲到生意好，大家死卖啦！第日你去，第日买，第日买是卖。死卖啦！死卖啦！大家死卖啦！大家死卖啦！你就得慢慢买嘛。厉害，老一个厉害，老一个厉害，老厉害。差不多六十几位嘅卖啦。喂，六十几位。他跟我加7% GST 啊！你们今天来就来对地方了。因为我们看卢平哦，看一天是算一天了，哎，怎么看一天算一天？没有了，没有。啊，你不要说我站在这边一天就赚一天了。哦，对对是的，是的。啊，来，咱们董事长，啊，自从啊1996年豆哥监狱出来嘛。那时候是1985年，豆哥经历选手啊，不简单啊。同期的有谁啊？同期的有陈彼得啦，陈彼得，啊，陈先平，蔡振雄，八爷，八爷，八爷啊。这是都是歌唱比赛，豆哥经历出身的，所以都是真正的实力。以前的豆哥经历相等于现在的 superstar。哦，什么沙子？因为以前真的要经过很多关，哦，比较辛苦。我们要选七仙，哪一期打哪一期，哪一期打哪一期才总决赛。是的，一样，我就不一样。我是你比赛，你拿到第几名？啊，拿到第几名？我跟你讲，我是全新加坡卡拉 OK 福建歌比赛拿到亚军。第二名啦！哦，第二名啊！三个人参赛，对，拿到第二名也不错的啊！全场比赛就三郎俩，是的，啊！第三个是小孩子啊，没有，第三个刚好肚子痛去拉肚子，没有来了，就剩下两个人了，剩下两个人，啊，第一个人。第一个人是推荐哦，对，所以你拿第二名啊，拿第二名哦，啊，你看啊，高明培。